Hello。Hello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萝卜和他的朋友。这几天都是陆地游或者跳岛游啊，说实话真的比潜水的日程要累多了。眼看薄荷岛的行程已经接近尾声，那么本期视频就闲聊一下我的几点感受，画面就随便播播了，毕竟我那张大脸也不好看是吧。聊聊菲律宾和中国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吧。最大的不同呢，当然是宗教文化。这边哪怕是在村子里啊，没隔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个教堂或者礼拜堂，在城市就更加多了。我遇到的本地人几乎也都是基督徒，这里说明一点，他们信仰的呢是天主教，也就是老欧洲的基督教，不是美国主流的新教，所以圣母像是随处都可见的。不过作为佛教徒，我是有一点感悟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和圣母啊都是金发白皮肤的形象，作为一个亚裔，如果信仰的是基督教呢，那么如果你看到同样金发碧眼的欧美人，是不是潜意识会有一种敬重之感呢？就大家懂的。同样情况的宗教呢，还有中国本土的道教。试想，如果一个白人或者黑人信仰的是道教，那见到我们东亚人，想必也会觉得特别亲切吧。毕竟其他宗教信仰的对象，要么就没有具体的形象，比如犹太教、伊斯兰教，要么就是世间不存在的形象，比如金身的佛像啊，或者是蓝色这类特殊皮肤神像的印度教。说到这里有点差远了。然后菲律宾人呢，就普通老百姓啊，他们的性格真的很有意思。首先呢，他们平时完全是不关心政治的，无论是小年轻还是坐着聊天的大爷，所以不管是他们那个投票选举，还是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啊，他们都是一问三不知的状态。他们最爱的是什么呢？过节和唱 K， 一过节就唱 K。 他们的节日特别多，而且同一个公共节日，就除了宗教节日之外，他们每个村子的日期还都不一样，今天你们村过，明天就到我们村过，大家附近再走动走动，那每个节日都能嗨个好几天。而且很多家里都有简易的 KTV 设备，有些干脆就搬到院子里面去唱。而且他们这里的音乐版权偏偏又卡得很严，所以这些唱野 K 的 MV 画面都是奇奇怪怪的，比如都是 NBA 篮球赛啊，或者一个城市宣传片啊，你在旁边看着就像你现在看我的视频画面一样尴尬。另外说点小的吧，这边如果住普通民宿，游客一般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？首先就是这空调了，不得不吐槽的，这空调是真厉害，它的是这个就是一体机，我们可能都没见过，它就两个按钮，低冷高冷，高峰低峰关，上面就是一个冷度调节，就这两个，特别响，晚上就是这么响。我还好，我就不太被声音影响睡觉，如果那种比较对声音比较敏感的，你在这根本是头几天可能睡都睡不了。室外是这样的，他们本地人可能根本不在乎这个，而且对于他们当地很多人来说，他们可能就是没装空调的，就像对面这一家，天气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就睡在那个地上的，就睡在户外的，晚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蚊子，反正他们晚上是睡在户外的，证明他们房里其实也没空调。我看一圈，你看那个一体机很好看的，外面也没有看到有一体机，房间他们家里是没装空调的，哪怕这边365天的这么热。另外蚊虫那些呢，就完全是热带国家嘛，但是这里的壁虎特别大，就普通的壁虎呢就比我们那边的要大一点，然后有一种很特殊的壁虎，它可能是一种蜥蜴，但是长得跟壁虎就一模一样，那个头有一个保温杯那么大，如果晚上一不小心在墙上看到一只，那真的是挺吓人的。然后像我这样住在村子里面嘛，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动物，有一个尤其要小心的就是鸡，因为我们国内一般对鸡的印象就是随便你欺负嘛，但是这边的鸡啊，之前去 MJ 家不是有看到过吗？这里的公鸡
它是有点那种斗鸡的感觉了，特别的凶悍，个头比国内的要大一半还不说，真的一点都不怕人。如果你随便靠近，那真的是要吃苦头的。还有什么呢？哦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菲律宾是小费国家，在服务性质的工作之后呢，一般都可以额外多给10%的钱作为小费，但实际上主要是20、50、100三个档位啊，跟其他小费国家也一样，不能给硬币，付钱可以是硬币，小费不行。我一开始经常忘记啊，因为这样确实也很麻烦，特别像中国已经日常几乎见不到纸币了，不知道以后他们如果普及电子支付之后，这个小费文化怎么解。但是也有它的好处啊，就比如说以前我有一次潜水，在30米的深度的位置，同行有一个人的 GoPro 没拿稳，就直接掉到海里了，深不见底啊。当时那个潜导看到一个猛子就往下扎，估计他都已经去到50米深了才往上折返，手里拿着刚才掉落的 GoPro。 上来之后那个潜导都流鼻血了，掉 GoPro 的人千恩万谢，掏出1000作为小费，因为他的相机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影片嘛。我就想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小费，一方面你还真不知道怎么感谢帮助你的人，另一方面呢，也会降低他们帮助你的主动性。另外有点感触的是，今天我去一个韩国人开了一个小店，问老板点事儿，店员是一个菲律宾人，我说找老板，他就让我跟着他走到后门，他老板也是一个年轻人啊，正在发语音，他就让我在门边等着，其实也就几步的距离了，然后他毕恭毕敬地走过去站在一边，等韩国老板发完语音才轻声地问 Excuse me boss, there is a guest looking for you,就给人的感觉非常受用啊。我就想到菲佣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嘛，其实不仅是因为他们收费便宜，更多的是他们真的很本分很朴实，就你不大会担心有物品失窃啊，弄点小动作或者虐待孩子那些问题。比如说你去到香港啊新加坡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菲佣带着孩子出来玩，就真的是挺放心的。之前我们环游邦老岛的时候，不是也遇见一个应该是英国的小女孩吧，她父母不知道是出去玩还是在家带弟弟，反正也就是让一个菲佣带她在外面玩耍嘛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你作为她的老板，她是真的把自己当就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那种下人或者仆人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雇员，这种身份的自我定位作为雇主或者周围的人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，这是我们国内的雇佣关系很难体会到的一种差异。随便聊几点内容都聊了这么久啊，又快到我的长度极限了。就到这里吧。那下期视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离开薄荷岛了，有点不舍，但更多的是期待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关注我的行程，开始你的旅程，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。